当这个电磁铁放在脚上，你又处于一个几乎是倒立的状态的时候，真的很难去控制那个鞋的方向。同时你还要去控制手和脚的这种协调，还要把自己身体拉起来。其实整个动作是比较难实现的，有一定挑战程度的。所以你那支撑那腿稍微弯一点，那只腿应该够得上。OK。再见，加油！哎，对，好。好。OK。好。对。可以。对，很好。好。加油！加油！漂亮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漂亮，好，几天，几天，哇，没有想到他这么多，没想到吧？就可以了，到头了，到头，加油，加油，好，啊，哇。这世界很酷。